我纵然以为理念不同也不会影响兄弟之间的情感，却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么恨。明日朝廷就会派雄兵来剿灭金日堂，四顾门若被朝廷阻，那和衙门有什么区别？玄妃的后母一直被男人掌到，娘，娘，这不好。是当年上古刀为了搜寻南印后裔，明面上是为了保护中原，可实则是为了颠覆古印。你说寻到尸骨时，那燕国遗容石秀峰上你穿着这个护甲，唯一能刺穿护心甲的只有同为云天打造的软件，就是你手中这把文剑。可师兄当年破阵之时确实被剑锋震断了半截指骨，可这小指却是频频斩断。所以山竹他根本就没有死，就是一杯碧茶，一匹雷皇，让江湖这两大帮派迅速清风。四虎门做不了他的刀，他就给他猜错一个。小天大婚，不知道是谁送来这么个礼盒，雷皇放给你，龙吟天兵。李盟主说要与我万福岛合作，告诉万神道，你莲花的。小红书。